我现在可以短短的分享一下关于使用我们的声音。啊，如果你留意的话，我在带领敬拜祷告者的声音，你觉得会有感情的表达，觉得舒服，也有共鸣。啊，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，因为我们的声音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我说话的时候你留意这都有声音的，不但是我这个地方，是周围有声音，这个是共鸣，引起这个地方的共鸣。这个怎样啊？我示范一下哈，共鸣的意思哈。没有共鸣是这样的，你好吗？然后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个声音去啊引起我们头腔跟周围有共鸣的声音啊，唱歌的时候，哦，我要歌颂你生命，我主歌颂你生命，我主因为你生命最高配的赞美。好了，这个声音有什么不同呢？如果你没有共鸣，我要歌颂你生命，就是在上面的。我要歌颂你生命，我主就是在周围的。好了，怎样练呢？怎样练出来的？就好像你打哈欠，哦，然后呢，你在家中，那现在你不要发声，你留意听我哈，就是打哈欠，后面打开，这个我们的口盖里面后面可以兴起来，这个需要时间操练的，你每一天，这样慢慢，然后你用这个气，这个啊，我们的力量从丹田来，但气放在肺部，你呼吸之后放松呼吸，然后这个肺部保持膨胀，不保持膨胀，这个气很快就没有了，保持膨胀。就是保持膨胀，这个气就保持。如果你很快，就没有气了。所以这个第一，保持膨胀，然后这个丹田用力高音的时候，这个丹田用力，这个声音你会看到在周围，嘣，这个声音去冲出来，好像金属的声音，嘣，冲出来。然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柔和，等下柔和了，你摸摸你的喉咙，去放松的，我去很多地方，他们带你敬拜是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就哇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好了，这里有没有人？你觉得你想啊，做一做这个共鸣的声音，让我听一听你的声音在哪里？来，我做，其实他做了，做得好啊，他。你去，就在这你的位置坐。很好啊，你学过是不是？你学过，因为我听已经知道他学过，这个更可以再冲多一些。声音放松一下。好了，你的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可以进步的地方。因为你的声音没有冲上去，爆！你唱这个，冲上去，你试试。我
我能试其他的音吗？就是我只要冲上去。冲上去，继续。怎么冲？怎么冲？这里有，有啊。这个就可以上去。就是冲上去有力量，你再试试。他的声音啊，不是向上太多，向前，下面，哦哦，有一些的，但不是柔和一些，你试试，不是小声，大声单声，听一听哈，大声也可以柔和，大声也可以柔和。柔和跟大小声没有关系。哦哦，你示范一下。就是，哦哦，这个是大声，但是柔和的。你先用了假声，假声，假，你是用真，用真。用真的是吧？真的声音，假声是，也有假声的，但这个不要紧，这个你再试试。哦，那你听，我不需要很大声也可以冲上去，哦哦，你这样，啊，冲上去，有的，你有的，你试试，你有的，你可以打开一些里面，哦哦。你是用了假声，假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啊，就是不是用整个啊声带。我示范一下哈，例如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好吗？这是真声音，但你好吗？这个是假声，这个是假声，就是不用整个声带，但也要用整个声带。假声还是假声？你有共鸣的，那你就是说话，说哈哈哈哈哈哈，然后唱啊，不，其他人不要发声，你是向前跟上面不同，听一听啊，向前是这样，哈哈是向前，上面哦，听到这个分别吗？那慢慢来哈，不要紧，你试试很多向前的声音，向前，你要向上面，好的，好，你回家操练，然后放松喉咙。如果你操练的时候发觉，喉咙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要停止，不要练习到你喉咙痛，唱歌不要喉咙痛，喉咙痛就伤害你的声音。啊，好了，你们自己操练，这个会帮助你的。这个说话，你留意我说话很小声音，这个声音也能够容易听到，这个就是共鸣的声音了。刚才你留意我带领敬拜啊、祷告啊，声音你觉得是舒服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我去过很多地方，他们带领敬拜都是好像吵架的声音，这个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有柔和的心，能够声音也会柔和。哈利路亚，也有感情，感情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你根据这个声音，啊，不要整句，啊，你唱的歌都是同样的声调，你可以改变大小声音，也可以改变这个声的颜色。颜色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音色，就是如果你更多的，例如同一个音哈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有没有听到这个分别？再听一次，哈利路亚，不要出声，留意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有没有听到分别啊？有。这个哈利路亚就是没有很多的气，空气的气，哈利路亚，更多的气，这个音色就不同了。你唱的时候，根据这个句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，不要唱。现在我声，你留意我唱的时候怎样唱，你留意，因为这样的话有感情，说话也是这样的，讲道也是这样。有些人讲道是、啊、神爱你，神帮助你，每一句话都是同样的声音。你可以这样说，神很爱你的，他关心你的。你留意，神关心你跟神关心你是不是声音不同啊？神关心你，神关心你是有不同的感觉的。这个是我们可以每一方面都操练，而且我们的表情，我们整个身体，整个人都是被神的爱融化。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